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星巴黎，我是星巴。星巴呢今日呢就有个好消息要带俾大家嘅，同埋要感谢大家嘅。咁就係呢星巴呢条频道嘅订阅人数呢已经超过咗500个订阅者啦。咁真係值得庆贺啊。咁首先就喺呢度要多谢大家一路嚟对星巴呢条频道嘅支持啦。同埋呢就可以分享咗星巴嘅频道呢就俾其他师兄嘅。咁真係要多谢大家。咁咧就片尾咧就會有個 giveaway 嚟回饋大家嘅，咁大家記住睇曬成條片啊！不過講 giveaway 之前咧，就正值呢個歐洲國家杯嘅決賽啦，今晚會係咁啊！星巴咧就特登咧就揀咗兩盒西班牙嘅球隊同埋咧英格蘭嘅球隊嚟做個 PK 先嘅。咁講到 PK 啦，咁一定要請星女出場一齊 PK 下啦。咁星女，今晚歐洲國家杯決賽，你支持邊一隊啊？西班牙。佢支持西班牙，咁我唯有支持英格蘭啦。咁好啦，咁今日咧，我哋就會開一盒這個巴塞羅那嘅 team set 啦，咁同埋咧一個曼城嘅 team set 嘅，咁就。其實有兩盒嘅，我哋一次過開曬兩盒啦。咁咧，另外咧，呢、這個巴塞羅那嘅 team set 咧，咁咧其實咧，星巴就買又係買咗兩盒嘅。咁啊，呢盒咧就喺香港嘅卡鋪嗰度買嘅。咁啊，呢一盒未拆嘅咧，就係喺呢個Tops 嘅 official 嘅 website 嗰度買翻嚟嘅。咁首先咧，我哋而家就拆咗盒先。好啦，咁萬事俱備啦。咁咧，我哋首先咧就請星女出嚟，就開合西班牙嘅球隊先啦。咁跟住咧就會梅花間竹咁樣。好啦，星女嚟咯喎，睇下你支持嘅西班牙掂唔掂當啦。哦，咁啊。我支持西班牙是純粹我喜歡他的衣服，是不是很無聊？這個 team set 呢就一盒裡面有多少包啊？數給大家看看。1、2、3、4、5、6，有6包的，裡面呢每包呢就有5張卡的，咁呢每一盒裡面呢就一定會有一張簽名啦，或者波衫咧，或者簽名嘅波衫。咁啊，但系啦，當然啦，咁梗係開到波衫嘅機會大過簽名啦。不過呢個係香港噶，係咪啊？嗯。香港買嘅，好睇下有啲咩先。哦，恩尼斯達。法蘭迪莊，這個是沙治奧羅伯圖，這個就不懂讀。哇，美斯，搞定，勁啦嘛，這個一盒一定有一張的。咁都唔會中到，一定會中到美斯噶，係嘛？咁又你又啱嘅。好啦，呢張咧就係、是、好似特別啲嘅喎 ，crack ice 喎，有冇 number 啊？睇下，係冇 number 嘅。咁呢個係我都唔識讀。好啦，下一個。呢個費蘭托里斯。哇，朗拿度啊！幾勁！古人朗拿度啊！我呢個就馬天尼斯啦。呢、這個咧就，咦 ，rookie card。
你點知係 Rookie？ 哦，好啦，下一張冇啦。冇下一張啊。咁下一包。咦？呢個厚咗嘅？厚咗即係波衫咯喎，即係中唔到簽名咯喎。點解？哇！亞馬嘅波衫喎，呢個仲要新人嘅亞馬波衫啊，果然係好抽手啊！好啦，擺出嚟。好啦，呢個就唔識。沙維拉芬拿。利雲道夫斯基，即是每盒得一個，一係就簽名，一係就波衫。係啊，咦？呢個似 number 啦，呢個 number 啦，係啦，限量250嘅，咦？都是新人喎，唔錯喎。呢、這個又是新人卡嚟嘅喎，都不錯啦。哇，朗拿甸奴，擺邊？呢、這個唔識讀。哇，朗盧高文，耶、yeah ！呢個使唔使啊？唔使啊。好啦，呢個嘉偉，誒雅馬嘅新人卡正，呢、這個係唔識讀，咦又係美斯喎，同頭先嗰張一唔一樣啊？誒唔同喎，呢、這個唔同版本嚟嘅喎。好啦，又係美斯正，美斯啱啱嗰個高金色嘅，係好啦，呢、這個乾沙路。好啦，仲有咩包？好啦，好叻，好叻，你有几条叻？我先见到。睇下先，呢个帕迪、阿朗素，咦，又系朗拿度喎。Ronaldo。 另外就是这个不识读，又是朗拿甸奴，是不是重复的这张？不是。是。好了，第一盒开完了。好了，到我了。嗯，好了，看看我这个英格兰可唔可以擊敗星女嘅亞馬波衫啦？冇可能。好啦，呢個一樣啦，個配置都係一樣啦。啊，又係六包，每一包就有五張卡，又係咧每一盒包簽名啦，或者波衫啦，或者簽名嘅波衫嘅。咁啊，根據頭先星女開卡嗰陣時咧，有一包係特別厚嘅，嗰包就係波衫啦。咁啊，摸一摸先。誒，呢包係啦。可能唔係做波衫。誒，呢包係啦，咁厚就肯定係波衫啦。好，擺埋最尾先。好啦，咁啊，睇下曼城。好啦，第一张高达礼达，咦，新人嚟嘅喎，诶，富顿，哇，萧华，呢、這个就系 Oscar Bob， 系咪新人嚟噶？
兩隻卡咧，其實個設計上咧都有分別嘅。咁大家覺得邊隻卡靚啲啊？我覺得你兩隻卡靚。好啦，跟住啦，好啦，隔離鼠，Rico Lewis， 迪布尼，呢個就爺爺托尼，咁呢個就係唔識讀。咁啊，頭先嗰盒啊得一張 number 卡，咁啊睇下呢張咧，就呢百呢盒咧會唔會？可以出多少少 number 卡啦？欸，有啦，話口未完啦，高華思域咁啊出咗張 number 卡啦。欸，安力卡、富頓，跟住啊道古，咁啊暫時嚟講都係星女嗰盒巴塞啲卡好似勁啲。好啦，有張碎冰嘅高美斯，冇 number 嘅，咁啊，蕭華、斯華、奧迪加、阿古魯，咁啊，另外就卡爾沃加。但係如果你最後尾個包嗰個波衫有埋簽名，咁你咪勁過我咯。係啊，你又講得啱啊！好叻。呢、這個就阿古魯，哎，夏蘭德，呢、這個係加華島卡神，咁呢個卡爾沃加又係卡爾沃加啦。好啦，咁啊睇下件波衫係咩嚟噶啦，會唔會波衫加簽名呢？好，由後面睇上嚟啦，波衫應該係最前面嗰張冇錯啦。好啊，沙治奧高美斯呢、這個夏蘭特嘅 Gold Drip， 奇雲菲利斯，好啦，甩去啦，曼城。哦 ，manager 喎、哦、，Blue Moon Relic， 哥迪奧拿嘅波衫，啊，佢唔係波衫，應該係嘅外衣。咁啊，咁啊冇特別啦。好啦，跟住又到星女再開呢個巴塞羅那啦。好。唔可以架爛佢個樣啊！呢個都係波衫。嚇、啊！都係波衫㗎。嗱、啊，你覺得呢個係咪厚啲啊？咪厚啲啊？系喎、啊，真系波衫嘅喎。好啦，我哋最后拆啦，都系冇签名喎、啊。咁可能系波衫加签名咧、嗯。你睇下你嗰个英格兰有冇、啊？一阵间有个 Ronaldo。哦，又系朗拿度，又系呢个新人。又是朗拿甸奴，这个是根道简，这个是不是都重复的了、这个、都之前第一盒都出过好像是啊，是啊，现在如果是真的 全部都重复的话，不是吧，还要是同一个波衫呢，又 Ronaldo Gold Grip 喎，真係。咦，就係呢個碎冰嚟嘅喎 ，Crack Ice 嚟嘅喎。差唔多啫。誒、欸，
亞馬的 Rookie 啦，跟頭先嗰張又唔同嘅喎，係咪啊？同頭先嗰張好似唔同。係啩？係喎，兩張唔同嘅喎。唔同。有啲啲唔同，非常之好。又有邊位過嚟啦？呢、這個史道哲戈夫古人。咩叫古人啊？即是舊人咯，即係。好啦，呢個啊新人，呢、這個好似重複咗。重複咗出咗。誒、仲有張。仲有張邊個啊？哦，又係新人啦，應該。我估應該出過啦。誒呢張 number 咯喎，呢張哇中張咁嘅 number， 限量99喎，靚啊靚啦，不過人麻麻地啊。好啦，下一張。祖奧菲力斯，哇亞馬，亞馬嘅 Go Drip， 唔錯唔錯唔錯。跟住就又係新人。跟住呢個就係連尼加，好 Blade 係又係祖奧菲力斯。呢、这個是羅伯托，呢、这個啊朗利華度啊呢、这個。Wow, nice oh my god! Wow, you're so good. You're hard carrying. Oh my god, so good. 呢個唔識讀。是大衛韋拿，啊，帕迪，這個是嘉偉，這個是費明盧比斯，又是恩尼斯達，仲有咩標？好啦，睇下件波衫係邊個嚟噶啦。咁我又係同呢個阿沙一樣倒轉啦嚇。倒轉嚟嘅，咦？唔係波衫，係簽名喎。嚇？佢揾張卡墊厚啲，你咪當係波衫咯。可能係簽名喎。咁開咗前面先。前面已經係簽名啦，開出嚟啦，睇到啦。哇！呢個跟道揀嘅簽名喎，哇，勁喎！咁難中嘅簽名你都中到啊！哇！今次又俾你個好抽手搞掂咯喎！好啦，利雲道夫斯基，布斯基斯，呢、這個唔識讀啦。誒、欸，又係李華道。好啦，呢張係 Fuller。哇！好難，好難贏喎、啊、咁樣。好啦，到我。點解呢張卡咁好啊？係咪啊？好靚喎！好啦，好難贏啊！不過都要，唔通真係有暗語？可能佢每兩盒就有個簽名咧。或者係真係我太好運。好啦，一。二、三、四、
咦，摸唔到邊包度特別厚，呢包似特別厚啲啦。好啦，呢包擺最尾。真係咩？係啊。加油啊，星巴！好啊，又系呢个 Rico Lewis 迪布尼，夜夜托尼，胡礼菲勒斯，其实好多家亦都已经重复，因为佢可能呢组卡嗰啲人数太少，即系一队波啊顶尽可能十踢就十一个，加埋后备啊，可能差唔多接近。哎，哇！呢张五十嘅喎，呢张哇 ，Oscar Bob 限量五十喎。哇！追一追先，睇下追得几多得几多啦。咁呢啲就一般啦。咁啊呢个新人啦，好啦，碎冰就系呢个 Rodrigo。我呢个嘉华道，哎，夏靓又一张夏靓，咁就纽尼斯，哎，又嚟一张夏靓，咁啊呢个球员都真系劲又好劲，不过真系嗰队国家队就真系弱啲啊，真系大赛就应该都真系肯定冇份嘅，真系好。格里鼠 Rodrigo 禮特艾迪神高華斯域，好啦，咁就睇下張波衫係咩嚟㗎啦。咦，又係版喎，可能又中簽名喎，又係版喎。咦，咁就遮遮先睇下，係啦，遮遮先。哎呀，遮遮先，跟住就最尾先甩啦。好啦，呢个系 Julian Alvarez， 呢个唔识读，呢个就系道古，呢个就系。Rico Lewis， 好啦，咁我哋甩一甩张签名，睇下究竟系边个啦。Defender 喎 ，Defender， 诶，呢个系 Rico Lewis 嚟嘅，原来系佢哋嘅，好啦，我哋甩甩甩先啊，有 number， 有 number 嘅 ，Midfielder。踢中场的温柔芬，温柔芬，哇哇，温柔芬，哇，你啱啱话有金粉啊，来。哇 ，One of One 啊！但系佢呢个 One of One 写得好丑。哇！唔通今晚英格兰会赢？唔会。哇！哇！呢张系第一张我自己开出嚟嘅 One of One 啊！哇！哇！哇！难以置信。难以置信啊！哇，果然订阅过500咧，都有啲好运带俾星巴，真系唔错啊！好啦，嗱，
咁啊，而家講一講咧，就呢、這個giveaway 啦，咁係會送啲咩俾大家呢，就係、是、送呢一張啦。LeBron James 攞40,000分嘅紀念卡，咁啊會送俾大家嘅。咁啊，點解會送呢張呢？就係、是、因為星巴破紀錄啦，有超過500個訂閱者啦。咁而佢又攞做咗 NBA 嘅呢、這個應該都冇乜人破到嘅紀錄啦，得分突破40,000分嘅，咁所以咧就會送俾大家啦。咁啊，詳情咧就都係好似上次咁樣噶啦。咁咧就大家多啲分享，多啲 like， 咁啊將星巴條片咧就分享出去啦。咁就 like 星巴呢條頻道啦。咁同埋咧就喺留言嗰度咧就打 LeBron James， 咁咧就會開獎嗰日咧就會用 random.org 咧嚟抽獎噶啦。咁啊，大家真係積極分享星巴條片俾其他人啦。好啦，呢條片就到呢度啦，多謝大家嘅收睇。如果大家都中意星巴片嘅，就麻煩大家按讚、訂閱同埋分享啦，撳埋個鐘仔，有新片就會通知到大家啦。好啦，下條片再見，拜拜。